妈妈教你做营养健康又好吃的黑糖糕。制作黑糖糕所需工具及材料：黑糖300克，温水360克，溶解黑糖用树薯粉150克，低筋面粉300克，发粉12克，花生油15克。花生油较香，也可以用其他植物油代替。白芝麻需炒熟，适量，耐热容器，模子面积约600平方公分最好。一、黑糖加热水融化。二、倒入树薯粉搅匀，再倒入少许盐、发粉和过筛后的低筋面粉。三、将所有材料充分搅拌。四、在电锅外锅中加入一杯水。五、将刚刚做好的黑糖糕材料放入电锅中，约一个小时后便可以完成黑糖糕制作。六、撒上白芝麻便成为好吃的黑糖糕。谢谢收看。